敬爱的我们大仁科大的校长哦，郭校长，还有我们的林副校长，还有今天啊远至我们啊这个屏东啊高中哦，我们的屏东，然后屏东的屏东高中哦，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啊，我们的黄慧卿黄主任，还有今天我们的三位语坛人，很高兴我们啊大仁科大人文暨资讯学院啊在疫情下来举办啊这样的一个教与学，那尤其我们是以这个人文社会还有啊这个资讯管理啊起家的这个人资学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啊针对这个人文社会与数位应用课程啊的教学思辨，尤其呢在这个疫情来得急又凶的状况下，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模式也都改变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疫情稍微缓和，但是很多的啊，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来调整，包括老师的教学啊这样的一个啊情境，还有呢学生的学习成效，都是在今天我们论坛里面啊，邀请各位学者专家来语谈最主要啊的一个目的。那首先呢，我们恭请大仁科大郭岱煌郭校长为我们致欢迎词。在疫情之下，大家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因为我们受限于疫情的限制，我们无法实体上课，但是呢，我们刚好透过我们在科技在这个远距上面最近这几年来的突飞猛进的技术，让我们的远距教学可以推动的畅通无阻。可是在一个从本来只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教学的远距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技巧跟运作呢，突然间变成一个全面性的，这对我们原来习惯于实体教学的这样的状况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是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各级学校，大家一起要共同去面对。因此，在这里面就产生了，我想数千年来最大的这一个所谓的教学上科技性的突破。可是，除了科技性的突破，在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科技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所有的老师、学生上课的技巧，包括心理各种层次层面的问题，就有很多是值得我们精进的。因此，在我们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大家所面临到的问题，以及经过了演练之后，以及实际操作之后，那这些经验是值得大家提出来讨论跟分享。以及互相交流之后，再产生对于下一个阶段的精进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大仁科大举办了教与学啊，在这个部分的这一个论坛，其实目的就是要来因应，也要来带动，也要来精进我们大仁科大以及所有的师生的在这个疫情之下的这一些教学的进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感谢我们主持人、语坛人以及所有在座的线上线下所有的朋友伙伴们啊，所以在此我们恭祝我们今天的论坛非常成功，大家能够有很大的收获，感谢大家，谢谢。那今天呢探讨的 issue 的话，我们 discussing 呢有四个主题哈。这样远距原本是一个辅助教学，但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替代课程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线上的教与学，那老师的教学品质跟学生的学习成效究竟如何，我们有数据会来呈现，尤其现在是属于大数据时代哦。那本校的一个大关怀、大健康、大数据，刚好在这一次的我们的论坛里面可以应用得上。好，数据会说话。再来，我们对疫情下到底如何来思考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如何来应应，尤其在多元评量上面的公平性，好，这些我们都会纳入今天的议题。
那今天主要是以人文社会课程还有数位应用课程来跟各位来宾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来做探讨。那最后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这一天的来临大家应该都知道，疫情新闻告诉我们5月17号这一天双北停课，但是学习不中断。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新闻，马上启动了一个机制，教育部也针对这样的一个5月18号在2点正式把线上教学列为正式课程，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传统的辅助教学课程变成正式课程。因为太突然了，所以呢所有的课程教学评量方式都由学校以最弹性最多元的方式来处理。那教育部呢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品质上面的话，当然他也会要我们自己来要求，但是呢他在整个原则上的话他是会从宽来认定。然后呢我们从整个老师对于科技素养上面也有很大的突破，包括技巧还有很多的学习平台资源各方面，我们老师都已经驾轻就熟。老师也开始当起直播主，当起网红的，尤其现在我们也是正在直播哈。那我们呢也有这个多媒体设计的课程哈，我们学院里面呢也有声关系的课程哈，那还有我们的很多像我们的印日啊、社工我们强项，还有我们的幼保，其实呢每个老师现在都当起了直播主甚至当起了 KOL。当起了意见领袖其实这是一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世代这个数位住民啊跟数位移民的名词也产生了，像我们这个50几岁的已经是被边缘化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学，我们已经叫做数位移民，被这个数位原住民这个年轻的一代我们也学习他的技术好小朋友，这个学习不中断，就是这样在家学习，但是他也学习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好，那其实在这年代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思考那如何由实体转为虚，那再由虚拟再转回实体，尤其在这个从10月可能在解封疫情控制的档，我们可能又要回到这个传统教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比较疏远，那这个疏离感也慢慢即将又会回到我们传统的连结其实这一段过程我们走得也相当的辛苦，但是大家都适应了好，那我们的整个远距教学其实的模式的话在本校实施上面大致上我们是以这样这个名称的话是被定义叫做混成教学那我们实施呢是以这个同步跟非同步，那传统呢其实辅助教学的话这个非同步为主，它叫做带转性的节目，但是呢现在已经变成主流课程所以呢在整个大学端这样的一个采行的方式，那这边呢待会我们也请这个语谈人我们的黄主任，在这个上游学校的高中职端，尤其我们黄主任对于这个108的新课纲有很大的一个琢磨，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高职高中端那跟大学端整个这样的一个教与学的方式，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对，来看一下是不是在哪方面我们可以互相彼此来学习的所以呢在大学端这边呢我们大致上是以这样预录课程，那预录课程大致上呢我们都会采秀用这个Adobe Connect 还有这个 Evercan 这样的一个录制软体，然后来上传到我们的平台，那这个的话就符合现在所谓的 O2O 那其实 O2O 的话是所谓的线下体验线上消费，但是在教学端的话我们就变成 online 到
offline， 所以呢，只要 online 到现在，我们变成刚才是正式课程，那正式课程它就是线上直接直播，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类直播。那另外的话，我们叫做线下哈带状自学的课程，这是现在目前大人科大所采行大致上的一个同步跟非同步。好，那其实呢，我们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这个 eClass 的平台的话，包括所有的教案，包括所有的互动啊，老师的作业，老师的评分，老师将这样的一个课程录制，那上传到我们的平台。那目前大致上我们都以这个 Google Meet 哈来做整个上课线上的一个教学。好，那其实这边跟各位来宾还有我们线上朋友学生的出席率真的是相当高尤其呢非常的准时因为系统记录的时间是非常确实的像这边那我们十点开始到我们大哥直播先生已经就定位十点就十点开始。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呢今天语谈到会从几个角度来出发包括这个老师的角度那教师的角度那其实呢整个备课啦授课啦评量方面的话都是老师在这学期已经经历过了那经过一个暑假的一个反思之后即将在新的学期尤其高中职端的话是在9月1号就开学了那我们大学端的话是在9月13号那这里面相信在一个暑假应该在整个教学技巧还有在整个设备的应用上应该更加精进所以这边呢老师的备课然后辅助及时性的工具还有这边的作业的批改啦公平性跟一致性这个都是我们教师端所要负责但是呢对于学生端的话我们有没有去探讨一下这个学生因为来得及嘛所以在这将近一个多月的学习一直到现在假如有机会回到学校我们是不是来启动一下调查那现在我们的副校长也在现场那进一步的话会对于这个访校学生那我们之前实施的部分是不是他们能够对于学习的环境啦整个专注度啦还有这个作业的提交啦有学生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上面的话好像有很多出了很多作业比传统教学多太多了那这边还有时间的安排等等那这边呢完全都由系统控制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迟交那对于资源的角度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是属于 10G 的教育部版本整个的话整个网络的畅通还有软体那这边呢跟各位报告一下这边软体的资源那大致上呢采用这个 Google Meet 还是 Microsoft 的 Teams 还是这个 Cisco 的 WebEx 这方面的话待会我们也高中职端的话黄主任你也稍微你们也是用这个 Google Meet 嘛OK 应该是主流啦但是它有人数上的限制但是一般的话100以下都 OK 啦应该没问题但是会议的话就是需要用超过100人可能是要用 Teams 除非有一些教育版本好，还有教学的互动。好，这一个数据相当的可怕。这一张的话，真的大数据的话，整个揭露到疫情影响问卷的结果，这些都是年轻人他们关注到的焦点。64%的青少年想回到原本学校生活，因为他们习惯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42%的青少年因为疫情导致学习落后，这就是我们的形势我们这次论坛必须要了解50%自认在三级警戒期间的学习较不认真，所以线上学习不认真。好，74%的话，青少年因为疫情而取消活动，无法社交，然后呢感到遗憾、郁闷，少了很多约会，少了很多聚餐，还有防疫期间的3C产品的使用限制是居家相处最大冲突，因为有限嘛，那个行动载具大家都在抢，那3C产品也大热卖，三级警戒80%他曾担心自己或家人染疫，好，这是另外的议题。然后那64%的青少年因为担心父母亲的收入，所以这边有纾困的方案。好，疫情的风暴下76%担心台湾会告，但是这边有获得的控制，所以在前面五个的话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好，那这边的话呢常常
这个网络学习它到底是什么模式呢？哈，这边到底是微还是机？假如说还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必须把现在目前一些状况把它排除。这些的话都是学生的问卷所 list 出来的。哦，那实体上课不专心，那线上上课怎么办？哦，那好处是老师随时会 Q 学生，所以他必须要非常专注，否则线上没有声音。那老师的音量更大更立体，更听得清楚，跟学生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那这样我知各位老师他可能对着这个机器冷冰冰的这样讲话一讲，那假如没有学生的回应的话，这个好像在唱独角戏这种感觉，这个也是。好，那有时候他讲的一阵子还要再 repeat， 为什么？因为麦克风没开，所以这个都是习惯，然后这个揭露了很多的现实面。好，那到课率提升了没有错，但是呢有听到底有没有到怎么办？好，那考试又是这一次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公平性如何？考试，好，那这边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学习成效等等。好，那灵活推进的互动的这个课程它，我就简单把它带过。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从被动就化为主动了，那很多阶段性的一个学习模式的话，提交作业也必须要更准时了。好，那这边刚才有提到老师的上下课必须要准时。好，最后放得开的老师全心投入，其实呢课员的设计课堂这个多元化设计就相当棒。那其实呢直播组啦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学生的数据得来。好，那到这边呢开一个场之后的话，我们即将进入到所有语谈针对这些课程。那首先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资讯娱乐科技系的余志成余教授。大人科技大学在远距教学的琢磨，这是这一块。第二块就是讲我们现阶段在疫情下面，其实在当年有一个叫 SARS， 好，那我等一下也会讲。那现在在讲这一个 COVID-19在这个下面的冲击，那以及我个人在这学期期末的时候，因为我有上过，我正在上那个城市设计的课程，那是一个很多都实作的课程，所以我就简单针对两班的学生呢去做一个问卷。好，那事实上不是一个很正式的问卷，那我只是在透过这个问卷去了解一下现在的学生跟我20年前的时候的想象差别多大。好，这是我今天在讲这个部分。那其他在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各位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部分就是定义了。那大家这个刚刚王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清楚楚。那另外一个就同步教学、非同步教学跟混合式教学，也有人称之为混成式教学。那同步教学，各位你把它想象就是你在现场在教学，你的人在，只是你今天只是对着摄影机在你的摄影机在教，然后学生在家里或什么在这个就直接在上课。那非同步教学呢，它的作业就是老师先把课程先录好了，然后呢在这个作业里面呢，学生呢他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好，他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来上课，然后就是去累积这个上课的终点的时间数，然后来计算。那另外一个就是混合式教学，混合式教学就是把这个同步教学跟混合式教学呢，好，在这个就是甚至就是直接老师面对面的教学这个部分，好，大家弄在一起。那在这个部分就我们下面就我把这个定义先讲清楚之后，那我们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远距教学发展在这个作业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1880年的时候，我们最早发展的时候就是函授。那各位，我想各位比较年轻一点，大概也没有听过函授这个。那函授，你看到那函，大概就是信件。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确实是有。中国大陆在早期在发展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函授教学，很多人就是用函授教学教出来的。好，那有些学生的品质还是可以的。那到了在这个部分，到1985年。其实啊，整个发展，各位，这个发展是随着整个社会环境跟科技的发展，到了1985年，在国外的时候呢，
就在推动，就是他透过卫星去收集一些课程，在整个在录制这个，然后来透过电视在播放。所以各位，你应该也很熟悉华视的空中大学，在我们台湾应该大家应该都有听看过这个空中大学。那空中大学呢，就是把这个空中大学的校长，就去邀请一些国内的大专院校有名的这个教授，先录制节目，然后在这个透过电视机的时段呢，他这个播出。那同时他们也会用假日的时候会返校，所以其实空大有一点也有混合式的教学那个意味存在。那这个部分就到就是198，就上去那个上世纪的末的部分的，就1985年到189这一块里面，在这个作业里，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远距教学发展，那就跟我的职涯生涯是相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这个作业里面呢，在1991年我来大人。我来大人的时候，在这个做，因为我在来大人之前，我以前是在电信公司，就 CNET 这家公司在这个作业。那当初呢，我们到大人的时候，我就直接进到我们的电算中心网络组服务。那时候的进修部的教务组组长曾文峰，我不知道各位同事可能没有几位认识。当年的教务组那个进修部主任就跟我讲说，于老师可不可以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能不能透过远距教学？那其实他在跟我讲远距教学，我已经知道，因为我们在业界的时候就有一些补教业者。各位你想想看，也就是说1991年左右的时候就有补教业者跟电信公司在谈，就是说可不可以在补习班用网络来教学。但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其实各位在当年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因为整个电信的品质、网络的频宽的受限，好，那在这个作业里面，直到92年、93年，这些电信公司，他把骨干频宽建置了两环、双环、三环之后，他慢慢打开。也就是说，各位从这个数据机那个阶段到 ADSL， 好，那到 ADSL 的时候是慢慢打开的。那其实我们，那这个时候就讲回来，我们大人，我们大人在当初的时候，在我之前曾经。有曾经试着去做一件事情，去做直播，就是同步，就教育部，那应该都是一些骨干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中山大学一些老师，所以他们就希望做大人的时候，好像跟台大就直接连线，要同步教学，但是品质非常差，那个非常严重，后来这个东西就搁置了。在那阶段的时候，我们大人也考量了这个部分，就是说包括系统内，所以当初大人也去买了一套这个管理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叫资策会的龙门客栈。后来这两个东西就束之高阁，没有再用。到了9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这个作业的时候，因为其实整个骨干慢慢的末端已经开通了，就是说比较快了，所以当初在整个这个作业里面就考虑到，就是用远距同步，就是要考虑到非同步教学，因为有同步教学痛苦经验的时候，就考虑到非同步就录制。那在座应该有一些我们人文科系的老师，一些教国文、英文、宪法啦或历史的老师，当初都有被邀请。那其实在整个这个作业里面，其实有很多面向，教务的行政体系，我们网络组的网络科技应用，以及教学老师，这个在当初都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摸索。我们去参加研讨会，然后我们去跟第一科大去问，好，在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在这里面。那我记得我们在当初在这个作业里面，我曾经参加过一场研讨会，这场研讨会其中好像一个是台南大学吧，那时候一个教授呢，他在发表他的论文，他讲了一个叫双峰理论。好，那他讲双峰理论的时候，我听了，我就稍微听了一下他在讲这个双峰理论。那时候与我心有戚戚焉，为什么？双峰理论跟你讲两个高峰，在远距教学里面两个高峰是告诉你什么？对于想要学习的学生，远距教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可以任何时间只要有网络，他想学习或看不懂，他可以再重复看。跟你在实体面授课程，老师讲完过了没有了，你要去问老师，老师也忘记那一段，或学生都哪一段，大家都在回忆。所以第一个高峰对这个想上课的学习品质好的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于不想上课的，
的学生也很好。我们当年在问卷的时候，那些学生说园区教学好不好，跟你都说很好。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这个好里面有鬼，所以呢，我们当初就去设计了一个东西，也就是说那时候最简单的就是说，你的滑鼠五分钟之内没有做任何动作，你前面的时间不累计，引起很大的反弹。在我们的进修部里面，就学生这个反弹，这个时候我们的教务这个进修部主任那时候他就是觉得品质，这在大人说真的，包括我们的黄国的董事长，现任董事长黄国庆，他那时候是副校长，他是极力的 support 这件案子。他知道，因为在当年的时候，我讲到另外美国 Phoenix 的这个园区教学，在美国他也在获利什么，所以黄国庆董事长呢，他其实他也有野心，想要朝这一块。但是在我们学校，因为你必须要有教材内容，你必须要兼顾学生品质，那管理作业其实当初我们都有想到了。但是在想到在这个作业里面，其实还有教师面。好，教师面，我想在座那时候我们要请老师来录制，拜托啊，真的开会开了几次研讨，拜托那老师提出还有版权的什么东西，在那个年代无可厚非。但是各位，你把那个年代回到这个年代的时候，你讲版权，你在讲这些东西，那其实在这边我讲三方理论里面，就是告诉各位，其实我们有很多一块黑暗的一面，就是教学品质这一块里面，其实我们老师跟学生，包括行政作业体系，包括到现在，我们都要付出很大心力去面对它。那我为什么讲这一块里面的教学品质？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家长或多或少经过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我想有些家长也知道远距教学的好坏。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教育部他在搞这个远距教学的时候，他在1995年，我们从1991年就开始做了。1995年这个作业里面，好，这个我先再讲这个部分。这其实刚刚王老师已经有讲过，在这个部分，我只是再把它归纳一下，就是我把针对远距教学，就是防疫安全，好，在整个部分，然后它优点就是说它可以不受时间24小时地理环境，就是说你在家里只要你有电脑有网络就可以上网。那同步教学，学生有问题可以透过平台直接举手或留言发问，好，分享自己的画面可以及时解决。这个我们以前做不到，我们以前在这个作业里面，当时都克难了。我们当时都想要，因为各位你要知道，现在各位你现在所使用的 Google Meet 什么这个免费，当初我们只要去买一个 Google 那个叫 Net Meeting 一个软体，它是一个 Node 一个点，跟你算多少钱，所以那个成本非常高，根本做承担不起。在这个部分，只有少数的好可以在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学习学生。教师学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学习态度或学习习惯，因为各位我不知道各位上课的时候，面授课程的时候，你上课的时候学生姗姗来迟，迟到还可以打跟旁边的打声招呼，打完了十几分钟招呼，你已经气得半死，脸红脖子粗，你真想大骂大骂，怎么叫他滚出去，但是做不到。好，你如果骂了之后，学生说老师态度不佳，好，在这个部分，但是学生永远不会说他态度不佳。然后第三个，学生面授的时候不懂的地方，他比较，这个确实，我可以感觉得到，因为学生他们现在比较敢发问，甚至我们在直接电脑课程的时候，学生就说，那我说你把你的荧幕分享给我看，我帮你看你什么问题。哎，现在学生他们愿意，以前我们在电脑教室的时候要广播系统去找，好，这个作业，然后学生呢在这个作业，这个学习这个人的责任，以往哈。这个作业里面，说真的，我们现在慢慢感觉，以往都是、啊、老师你要好好教，你的责任重大怎么样？但是各位，学生真的没有责任，尤其是一个大学生的，好，我们没有责任吗？好，那它的缺点呢，就是教师课前准备，课后教以往更繁重。我们当年就已经知道了，1991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你包括你的课前准备，各位。我们说现在各位现在对着麦克风，我现在因为我经历过在讲历史，好，所以我可以讲很快。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在当年在这个作业里面 ，no 要准备
你要准备这些，所以老师大家都很辛苦，在这个，所以老师会抗拒，然后学生呢比较无法掌控即时状况。说真的，你要上课，甚至你用这个非同步的教材播在那边，有些老师播人不知道在哪里，学生到底有没有上课不知道。好，我们就是把它寄望在管理系统上面，就累积时数这个部分。那同步教学首限于教学双方呢，这个通讯 lag。这个问题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呢，我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们在操作课程里面，老师你讲操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停顿一点时间，因为你的这个东西会牵扯到学生所使用的电脑网络频宽的问题，他那个你要有这个预留时间，他操作，否则他跟不上，好，就有这个困扰问题，所以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好，那校方教师及教学设备管理平台学习这个部分投入成本。好，在这个部分就包括现在我们从 Google Meet 到 Teams 在这个作业里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学生出席点名这个部分，那因为各位不同的平台一直在改变转换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整合一个方便的管理平台，在学生的出席上课终点数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所面临到一个问题。刚刚讲到学生学习品质下降问题，这个就是各位我们所面对到的。好，那这个部分我很快就讲，这个我就不给各位看里面的内容。这个部分就是教育部，这个就是我们的母法，在1995年的时候定了，然后在100几年又修正。好，因为时间已经不够，所以我就很快就带过。那另外一个就是大专院校，好，大专院校的特殊传防治工作纲要，这个就是针对这一次，好，就提出来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专院校远距教学课程线上指引，这个网址在这边，然后我把它整理出来，在这边就把整个几个重要图几个部分。那因为在这个指引在这里面，其中它其实把远距教学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状况呢，它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在刚刚那个网址里面，其实我告诉各位，就是王老师跟我们都一直在强调，教师、学生、行政单位，好，教师、学生还有我们的电算中心，在整个这个所大家所分支的角度，在这个部分所要做的。那因为有这样的这个作业，如果我们面临到如果疫情很严重，像欧美在整学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面临远距教学，你就要走到远距教学。那各位他在这边就是告诉你，在如果你要用远距教学的时候，就要提出申请，在这个作业里面就是说什么时间，他有告诉你，就是上学期10月。准备下学期，那下你要下3月就要提出就远距教，因为如果你要符合那个刚刚前面那个母法那个法规里面它的要求规范，你就要做到这些事情在这个部分。那下面这一章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指引这个部分，好，就针对在这边把学校行政、教师教学、这个学生学习，那其实在这块里面，各位，这些我们大人科技大学，其实我们今年是110，其实在我知道的时候，108年学校的单位里面，哦，我知道以前就已经在开始告诉老师，你要先录制，好，哦，录制这个课程来以防万一。那我们到了在去年的时候，去年1月，那时候我在美国探亲的时候，我差点回不来，因为飞机因为疫情就不飞或怎么样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心里大概有谱了，可能会走到这条路了。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也积极准备上课，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下一位语台人陈宜昌老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他请教或什么这个作业里面。那所以在这些这个作业里面，那其实这个学校行政里面有两大块，一个是教务行政的推动。好，你的法规等等之类，还有一个是技术网络这个东西，不是技术部分只有网络主要负责，电算中心要负责，但是有些行政推动法规，教务处的教发中心，他那边应该要协助这个部分。那教师在这个部分，我们刚才讲到的，黄主任他有提的，心态你必须要改变的，你现在就要想到，你可能就是做网红了。你的课前要准备这些东西，包括课程这个中间里面，我们前面有些老师是增加什么测验题啦，上课要干什么啦，包括后续这个作业等等之类的，各位 loading 越来越重，但是没有办法，
疫情的影响哈，这个部分，那学生的部分在这个作业里面，其实这个跟教师跟学生的互动，在这个作业里面，我们也要让学生有清楚的了解，好，包括在整个学生在这个部分，像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发现到学生说，老师我没有电脑怎么办？大学生他告诉你老师没有，那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东西。后来我们在研究结果，没有电脑回来学校上课，你来学校上课，我们电脑教室没有人。你来学校上课，我们可以解决你这些问题。好，那当然这是电脑，当然还有其他的课的这个作业里面。那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很简单的，就针对这个我们的城市设计园区教学，我简单做了十题的一个简单问卷，在这个部分。那第一个在这个作业里面，因为这个其实从我以前关系，就是说我要了解就是学生所使用的硬体环境。那基本上面我们城市教学里面，其实各位前面这三个还可以，你用手机，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去操作那么小的画面，那边打 coding 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基本上面对于这个11.3%这些东西我是存疑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部分，就是你怎么去使用网络。那这个部分我只要了解，因为在当年我们在这个作业里面，我们甚至跟电信公司合作去拿一些促销方案，就是他们在学校摆摊来申请 ADS。 那现在如果现在学生的网络在平宽，因为现在应该学生应该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少了，在整个部件网，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部分。那在这个作业里面，那我们来看这个在学生在这个作业里面，各位你可以看到在作业上面，他学生非常满意跟上课，好，占的还是占的大块就是学习。那因为我在这个作业里面就直接要求学生你要跟着打跟着做，好，在这个作业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觉得他们觉得还可以。好，在这个部分，那老师的上课内容，这前面两题都是我针对我自己的课程，我需要去了解说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善的这个作业部分，包括等待学，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然后停下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往下做。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尤其在远距教学的时候，那个等待时间，因为它要 key， 要建入资料，要输入程式码等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待它。好，这个作业里面。好，那另外就是课程主题这个部分，我们也去问一下同学，就是说我们上课主题内容连结有没有什么那个部分。好，这个是那另外一个教材。好，我们针对我们所准备的教材，因为城市设计里面有好多，包括 APP Inventor 啦、Python 啦、C 程式员等等，包括现在越来越多这个部分，那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学生对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子的。那另外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管理平台，那个操控这个部分，那因为我大部分都使用 Google Meet， 在这个部分，那我要了解就是学生对于这一个的系统的操作熟悉程度再怎么样，其实以现在学生大部分对这些东西可以理解，应该都没问题。除了你今天如果是上进修部，年纪大一点，其实各位也不要小看现在50几岁以上的人，他们可能都比我们还会使用那个这些东西，因为他没事就要玩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互动，好，在这个容易操作，然后这个对你的学习态度，好，在这个学习过程对自己的学有没有帮助，在这个，因为各位在那个方便性，其实这些管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管理平台，包括我们学校 eClass， 包括这个 Google Meet， 它已经有一些人性化的互动 user friendly 的这个作业已经改善的非常非常多多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在问题在已经解决我们很多一些困扰的事情。那这个问题，那最后一个就我把整个这个最大困扰里面，其实没有意见比较多。那还有一些就机器模拟，因为我是用 APP Inventor 在整个这个作业，那因为有一些这个部分，好，就是因为他们要开这个模拟器有一些困扰，这也是给我自己了解一下。好，这个课程我们在教学上面有什么困扰，那看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呢，于老师呢，他有非常丰富的业界的经验。好，那这一次的语谈呢，他是针对他所授课的这个城市设计课程里面，
然后针对学生的一个学习状况，然后十个问题来探讨啊，包括一些环境啊，包括设备啦、啊，哦，那这边呢有特别提到哈、哦，假如没有家里因为弱势家庭，然后没办法有使用到设备，也有一个解套，就到学校学习。好，那像这一种东西呢，甚至于哦，我们像那个黄主任，假如是像我们多媒体设计的这种专长的话，他必须要比较重的装备哈，但是设计课程呢，它的性能又要比较高，那这种啊，对于弱势家庭呢，是不是一个负担？是不是这一点的话，能不能稍微跟我们 comment 一下？好，好，就是在我们高中职端啊、哦，因为我们是多媒体设计科，其实我们的学生的生源都是来自于屏东县居多，所以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是比较弱势。我刚刚听那个教授在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今天想要其实我要来之前，我想我是代表我的科多媒体设计科，我也做了很多跟老师们，我跟他们访谈，我说在这个疫情之下，请问大家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电脑的设备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像例如说，虽然我是科主任，但我的主修是数学，所以例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是先采用 Google Meet 到学校，然后使用那个黑板，然后他们同步，那我都要求他们开镜头，不然上述的学习的状况真的就不好。所以其实老师是要花更大的力气，那比如说线上测啦这些的相关，那再回归到像我们有一些像那个所谓的电脑向量这样的课程，这个是需要使用或者是网页设计，你需要用到那个电脑的设备。那因为学校有提供那个学生用的那个软体，好 ，Adobe 刚刚主任院长这些都有提到。那但是学生在家里他没有这样的设备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像我们八月刚好就是2526，我们分别是新生跟2、3年级都学生都回到学校注册了，那报到的情况都还蛮不错的，就是都来了，那我们其实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觉得像这样子缺设备，然后因为像软体的这种东西，它是需要比较你今天就是有了一部桌垫或者是笔垫，它很需要扩充的是像他们使用的专业的软体，他们没有这样的钱可以去买这一个，所以我们共同的想法是，学校是一个对学生公平学习环境的一个最好的平台。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今天听到这边院长跟教授给我的分享，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我也觉得说刚刚描述的点滴，那除了学生其实不太好掌控，那慢慢的我们有发现，一开始停课的时候，学生都会很紧张的到线上跟你报到，那老师后来发现怎么点名的人数越来越少，然后老师也去找了很多资源的系统，对，然后来点名，然后来让学生就定位，然后缴交作业这些情况的。对，我们高中端其实我们能够做的，我觉得更设备上我觉得还没有大学端那么好，我们感觉是各个老师就是各自发挥啊，我用这个形态啊，我用这样，有的时候是土法炼钢。那那个电脑能力就是这种相关比较好的老师，他们的配套方法就会更多，那比较没有的，真的我们就是真的还在摸索中。对，谢谢。好，请我们的陈主任针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里面在教学您的任课的课程里面，能不能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院长、主任还有各位在场的老师大家好。那我稍微分享一下我在整个远距课程的一些状况跟一些发展的一个部分。那因为我负责全校的网络维运，还有伺服器，还有一些网络建设、资讯建设，还包含资安的管理，还包含我们建置了一个云端的一个服务虚拟主机的整个的部分。那因为过去也参与过像教育部的一些计划，
那顺便说的是，今天刚好是教育部的 VR 教材的成果发表会，其实我八点半就在线上参加教育部的那个会议的部分。那现在会议还进行，下午要进行成果报告。那有不同的一些工具，那也因为不同的会议，其实大家喜好的不一样，还有跟国外用的又不一样，所以所有的线上会议的课程系统我全部用过。那所以其实在去年整个疫情开始发展的时候，那其实我就开始在评估线上的教学工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很紧张，到底能不能回来学校上课，那回来学校上课之后，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那最后会决定使用 Google Meet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2012年底我们全校就载入了那个 Google 的校园服务的部分，那这么多年的推动下来，其实大家慢慢习惯，因为当你在转换一个平台，以前都是很简单只使用 email 这件事，可是现在大家也很习惯了使用它的云端硬碟，使用它的一些表单，使用它的一些工具，慢慢习惯这些东西之后，那结合上这些账号的部分已经都建立好了，那所以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我们就选用 Google Meet 作为线上的一个课程工具。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说 Google Meet 很简单，但是它的好处也是很简单，就是你要加入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加入，你不用做很多很复杂的设定，它也没有很多很复杂的功能，你进来就是用，但是你也不要期望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在过去的远距教学的状况下，有受到很多老师的一些要求跟反应，啊，可不可以做什么，可不可以做什么，可不可以做什么，其实应该说现在来讲都有很多的一些外挂，可以透过一些外挂工具可以帮助你去做到这些的东西。哦，那但是对于会议或者对于课程的掌控，其实有些工具是做得比较好，可是费用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付多少的钱来使用这些的部分。那像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它其实很早就在做网格运算，它其实也有发展了那种视讯网格，就可以很多人，可是其实发展到今天，他们的视讯网格还不能够超过100人，就是他其实在做网络技术已经进步了，整个网络服务都就进步了，可是还是在100人这个限制。那像学校的免费授权 Google Meet， 其实上限就是100人，那要再往上加就是要付钱，而且是以 account 就是账号数量来算钱，一个 account 一个月多少钱。那如果我们要往上加，它最多的数量好像可以到1000人，可以1000人同时在一个会议系统上，可是它不是只算几个人，它是算全校有多少 account。我们全校 Google 的 account 加一加，差不多50000个，差不多50000。从因为我们过去 Google 的服务不限制无限量使用，毕业的学生也很喜欢用，因为他毕业了之后，他很多东西放在学校的云端硬碟，那出去自己申请只有15GB。在学校可以有无限大的空间，哦，所以他们很喜欢用，所以我们账号一直没有删，大概有50000个账号。那这50000个账号我们通通要去算钱，一个人在教育版本要12块美金一个月，不是一年哦，是一个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预算。那当然有微软 Teams， 它也有一些付费的一些功能，那还有其他像 Room， 然后 Room 后来因为资安的问题，教育部已经通令各个学校不用。其实应该说很多学校老师在去年都跳脚了，因为他们都做了一些准备，都准备了 Room， 因为又便宜又好用，可是因为资安疑虑全部被停用，然后那时候也造成很多的一些困扰。那从去年4月开始，配合教发，那我们办了很多的一些教师的线上教学研习。平常心讲，从以前老师的课堂教学开始慢慢进入到数位化，再进入到多媒体化，然后再进入到今天的线上远距教学，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虽然已经发展了20多年，可是平常心讲还是有很多老师反对，不应该说他的习惯他的态度他不是那么的支持。第一个说他自己的专业的领域都学不完了，他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弄这些他不懂的他不会的，甚至会让他很多挫折感的一些工具，那其实对有些老师来讲这是非常困扰的事情。哦，那当然有些老师很厉害，他三两下就摸得很熟，哦，像我们的黄副校长，大家公认是我们学校 IT 领域最擅长的，他就是很喜欢玩各式各样的工具，他其实比我们大家都还要熟。
哦，那所以我们其实办了很多的线上教学研习，我们已经做了准备了。哎，那我们在去年六月的时候要求老师在课堂当中进行演练，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有看到曙光，可能会有变成全部线上，或者说我们都担心去年九月搞不好开都要远距上课，所以其实都已经有要求老师进行演练，那大家回报也都演练了啊，那老师学生也都熟悉这些线上操作，可是从五月中开始做全面远距上课的时候，其实当时大家还是一团混乱啊，那不止老师混乱，学生也混乱。哎，那所以我们站在一个资讯服务中心的一个服务资源的角色，其实刚开始宣布到刚开始上课的前两周，其实我们电话接不完，大家有问题其实一直不断的有一些问题回应回来，那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连线操作使用工具这些基本的一些部分。那所以虽然大家已经有预先准备，那已经有一些心理的建设甚至有操作，可是在这个部分实际做的时候还是混乱哦。那其实如果各位有留意一下哈，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些学校宣布，第一个是因为大学指考放榜延后，所以他们要把开学延后，但是第二个是开学之后要继续远距哦。那我现在看到的比较多会是远距到月底啊，就是到九月底。那有看到比较久一点的，好像苗栗联合大学说远距到十月三号，然后好像亚洲大学吧要远距到十月十一号，哦，那之后才回学校实体上课，哦，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在等待教育部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引，大家要怎么做？因为你没有明确指引的时候，就变成各自发挥，哦，那各自发挥的时候，其实各做各的时候，平常心讲，学生自己都知道这些，也会有一些期望跟希望，或者说他们也会觉得有些，甚至有些学校指责，哦，我们学校的校长要加油了，怎么样了？其实在如果有兴趣，各位可以看一下 D 卡，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好玩的一些东西。哦，那其实我们校长在主持一些会议的时候，也在讨论我们到底学校是不是可以实体上课？哎，中小学都已经开学啦，九月一号都要开学了，那我们还需要远距吗？哦，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讨论的需要去做进行的一个部分。那我的课程主要是在两个，一个是娱乐装置软体实验，那一个是智慧制造实务。那因为我都是属于系上的专业课程的部分，那是三四年级的专业选修的课程，所以其实我的对象都是资讯工程娱乐科系这些学生，不是其他系的，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对象比较单纯。那我课程操作方式呢，其实是同步结合非同步。那其实一开始会这么做的原因也是迫不得已。为什么会迫不得已？其实一开始远距的时候状况很多，那我甚至要到处跑去，老师有很多资源，我要上课了不能上课怎么办，我进不去怎么办？所以其实一开始上课的第一第二周，我几乎都在协助解决老师上课的这些问题。那我已经预期的大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只能够说我要上课的部分我就先录影，好，那先录影了之后，那当天的时候呢，我尽量能够在线上学生回答问题，因为不是我要先录影，而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协助的这个部分，所以必须要我先录影的方式来进行。那我的要求就是会是上课时候必须都登入，哦，就是你有录影可以看，但是你还是要登入这个 Google Meet。那这边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是我们之前有放上是，老师每次上课就要一个新的会议代码。其实 Google Meet 哈，设定好了之后，你的会议代码可以一直沿用到学期末，不用每次哈，这个礼拜上课一个新的会议，那下礼拜上课再一个新的会议。那每次上来的时候，学生就问老师今天上课要到哪里上，那个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很混乱。其实你可以设定好了之后，就说这个礼拜开始，那以后这个课程通通使用相同的会议代码，那所以学生其实就知道这个课程就从这边进来，不用每次再找那个从哪里进来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可以其实可以简化老师跟学生在操作上很多的一些困扰。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些记录啦，所以我每次上课其实都有点名，那其实我会变着花样。因为有些学生其实他会知道是老师怎么做，但每次都这样做。他比如说，我们要到数位平台讨论区，他不上课，他也会进来签到。
所以会变得那一个有的时候我会用数位平台的讨论上面的去做签到，有时候用 Google Meet 上面的讯息签到，那有时候我要去看开画面，我截取画面做记录的签到。哦，那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会稍微建议老师是，如果你只是开着你自己的画面，其实你看不到你自己的操作的状况。哦，那所以比如说你的画面没有分享，你的操作有延迟啊等等。那其实现在老师都有手机，哦，甚至有平板。那我会建议是老师你在上课的时候，除你的电脑上课的会议的操作以外，那请你另外利用手机或平板同时登入这个课程，因为网址是固定的嘛，所以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监看你的课程进行是不是正常。比如说你画面切了，可是网络传输其实会造成一些延迟，你画面接了，那很多老师很高兴讲，你已经讲三页了，学生还停在前三页的之前的时间，那画面根本就跟不上。那个是各位老师在远距上课可能要去适应这种传输延迟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是在区域网络里面，在教室里面，我画面换了投影出来就改变，网络一换画面有时候会延迟蛮久的，跟网络的频宽还有学生的网络状况其实有蛮大的一些影响。那其实因为都是资工系大三大四的学生，那第一个是我们招生比较不好，资源系的人生比较少，但是或许是工程学生习惯比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有的学生就是会晚进来，他进来就是会比较晚。那我的做法是也不要让学生进来空等，那因为学生其实到三四年级都还蛮熟的，所以我大概都会比较先跟学生聊聊天，那问看他们的近况，那他们最近在干嘛，上课有什么感受啊等等，那就利用这个时间来等进入线上的同学。那中间我当然会有下课，哦，那其实各位老师可能要稍微注意到一件事，其实我自己也会犯这个状况，我就会请一个同学负责提醒我老师该休息一下，因为有时候讲得浑然忘我，我操作得很顺畅，可是学生听得很烦，因为你一直听，其实有时候一直盯着画面是一件很累的事。那我会稍微建议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可能要稍微多一点，持续讲课的时间可能要稍微短一点。你一直讲你可能老师很高兴你也把这时间用完了，可是学生的吸收力是非常低的，哦，那我会建议是休息的时间会比较多，上课的时间稍微短一点。那其实学生习惯跟个性他们真正上课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很想听，哦，那他们当然因为课程进度我们还是要求，所以会跟学生聊资讯领域上面的一些新闻。其实在从事资讯领域它变化非常快，今天明天后天可能又不一样，又有什么新的新闻，又有什么新的一些状况，有什么新的技术，哦，等等，甚至有资安攻击啊等等。那第一个当然还是建立学生有关于资讯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能力，那也跟学生讨论一些看法。我觉得我们在资讯工程就是工程领域的一些训练对于学生对于发表对于分享这个训练太少，那真正在课堂当中你叫学生讲他也不太愿意讲，大家都很含蓄害羞，私底下都聊得很开心，可是说那你来分享一下，大家大概都分享不出来。那我也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同学去看看分享没有你有其他的一些意见或什么，那当然第二个是说对学生的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因为会发现其实有一次就是学生他是躺在床上在看用手机看上课，那我是操作的课程其实需要用电脑，所以我后来会要求是不可以赖在床上，他必须要坐起来，然后就去操作这个电脑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要求开视讯，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关视讯也跟老师分享一下的是，如果每个人都开视讯其实会占比较大的频宽，会造成比较大的延迟，那所以我会说如果都到那各位可以把视讯关掉，就看老师的分享的画面，这样的网络传输会稍微顺一点。那如果大家同时都开视讯的时候，其实会对网络频宽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那有产生比较多的一些延迟。